妈妈，我要听好文章。《爱的教育》亚米契斯，《有人的秘密》这件事绝对是今年发生的最出乎意料的一件事了。父亲昨天早晨带着我去了蒙卡列里的郊区。今年我们要在这里借一处消暑的别墅，于是提前去看看。到了那里后，有个人领着我们看了房子。这个人掌管着别墅的钥匙。他以前是一个老师。 现在替别墅的主人代管这所房子。他拿出饮料让我们喝。他的房间里有一张小桌子，桌子正中央放着一个木质墨水瓶，形状是圆锥形的，雕刻的很别致。父亲觉得那个墨水瓶很特别，就问是怎么来的。老师说，这个墨水瓶很贵重，我现在就给你们讲讲它的来历。故事是这样的。 几年前，老师在都灵教书。他给监狱的犯人上课，上了整整一个冬天。他们就在监狱的礼堂里上课。礼堂很破，四周都是高高的石墙，石墙上开了许多小方窗口，窗口被铁栅栏钉得严严实实。小窗口的后面是一个个很小的房间，阴暗、寒冷，条件十分恶劣。老师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给学生们上课。 而学生们就是那些囚犯。学生们写字的时候，就把笔记本靠在铁栅栏上。他们站在窗口后面，仅仅露出一张脸来听课。透过铁栅栏，隐约可以看见囚犯们的脸。他们的胡子都乱蓬蓬的，眼睛里流露出对知识的渴求。在所有的犯人当中，只有一个人学习特别用功。他总是认真的看着老师。这是编号为七十八号的犯人。 他不是一个坏人，而是一个不幸的人。他本来在一家家具店里做木匠，他的师傅总是虐待他。有一次，他气愤极了，就把刨子扔在了师傅的头上，把师傅砸伤了，因此才被抓进监狱。他被判了几年的刑，可是他又十分好学，在监狱中坚持学习。他学的知识越多，对自己所犯的过失也就越来越感到后悔。 有一天上课结束的时候，年轻男子把老师叫到窗口前，他看起来十分悲伤。原来他明天早晨就要离开都灵，转到威尼斯的监狱去。他慢慢把手伸到老师面前，老师也把手伸出来握住了他。男子吻着老师的手，连声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他跟老师告别后，转过身消失在窗户后面。老师的手上沾满了泪水。 从那以后，老师再也没有见到那个男子。时光飞逝，一晃六年过去了。你们相信吗？六年啊，六年的时间，我都快把那个人忘记了。可是前天，他突然出现在我家的门口，我一开始没认出来。他回答说：“六年前，您教过我读书和写字，最后一节课的时候，您还握过我的手。您还记得我吗？我就是七十八号犯人。” 我已经出狱了，今天特意来拜访您，送给您一件小小的礼物，这是我在监狱里做的。我惊呆了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只是呆呆的站在那里。那个男人以为我不愿意接受，难道您不愿接受我的礼物？男人看起来很悲伤，我看到他那双眼睛里显出痛苦的样子，我立刻接过了那件礼物。你们看，就是这个，墨水瓶修饰的漂亮极了。 四周刻着“送给我的老师七十八号的纪念六年的岁月”，在下面还用小字写着“学习与希望”，看得出是花费了很长时间用心做出来的。老师不再说别的话了，我们也就告辞离开了。回来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着这个犯人，还一直想着那个犯人和老师告别时所说的话，想着那只有着深刻意义的墨水瓶。可谁知道？ 学校里还有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等着我。做完每月考试的算术题之后，我忍不住对戴洛西讲述了那名囚犯和墨水瓶的故事。我告诉他那只墨水瓶的样子，上面还写着“六年的岁月”的字样。一听到“六年的岁月”这几个字，戴洛西一下子跳了起来，他激动地看着我，又看了看克洛西。此刻，克洛西背对着我们，正在全神贯注地做功课。戴洛西抓住我的胳膊。 加低声音对我说：“你不知道吗？”克洛西对我说：“他从美国回来的父亲手里就有一个墨水瓶，和你说的一样，上面也刻着六年的岁月。看来克洛西的爸爸根本不在美国，而一直是在监狱里服刑。他的母亲也一直瞒着他，所以克洛西什么也不知道。嘘，这件事千万不要和别人说。”我呆呆地盯着克洛西。 克洛西解答完算术题，又开始抄写每月故事。戴洛西让我发誓，不要把这话透露给任何人。放学的时候，他又急急忙忙地对我说：“今天克洛西的父亲也许还会来接他，到时候你就照我的样子去做。”当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，看见克洛西的父亲已经来了，他正在不远的地方站着，他的胡须有些发白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 为了引起克洛西父亲的注意，戴洛西握着克洛西的手，故意大声地说：“再见，克洛西。”边说边伸出手去摸了摸自己的下巴。我也照着戴洛西的样子摸了摸下巴。可是我们俩也有些不好意思，脸都涨得通红。克洛西的父亲很善良，可是那目光中依然流露出不安与疑虑，希望他能明白我和戴洛西的用心。